那个去吐出来，把那个去打出来。打出来！我就是要赢，把这些拿回来。辛苦了各位，我都也是啊，压力很大，真的。哇！也罢，我要请了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杰哥。流星雨啊，挡住压力。好，今天安全最棒了。可是这也是男队今天的比赛的光球，所以今天是要往后面对。现在蓝队喊出了暂停。你可以冷静吗？你不冷静，我要换你哦。啊？你再没办法打过去，我要换你哦。你们要我换你吗？要吗？要我换你吗？要我换你吗？那你们要做好啊！现在都接发球，全部都是自己失误啊！要赢球不是鬼吼鬼叫就有用，那个是要建立在你们完全一致在那个状态里面，不是我喊一喊叫一叫就会赢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们只想得分，不是，是不要失分，你们搞错了。都自己瞎打，从赢打到输，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你就不冷静啊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不要管别人，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专注。哇，其实发球并不理想，结果这个球也。黄队是以15-12拿了下来，在三战两胜制的比赛，黄队是以2-1拿下了排球项目的胜利。今天对他们说实在，透过今天这里，我真的要跟他们说抱歉，因为他们并没有那种养成，而我却用了一个我真正在带中华队的那种模式在他们身上。我相信今天应该很多人有一点被我吓到，所以我也是透过这个方式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承受。第二局的比赛开始，这会是蓝队先有进攻球权呢。洪轩是你哦，你跟嘉佑。林嘉佑传给外墙的德德，马上就发动了攻击，黄洪轩再次攻击。哇！又是流星雨，连续两局都是第一个出场的。继续，红队一下子在内场就甩了两名球员。是啊，蓝队呢？哦呦！碰架！对，救驾！彭春救了队友一命。太攻太快了。哇！帅气十足，林嘉佑。第一局接得非常的完美。是林嘉佑呢，在背后助跑。游泳池非常强，林嘉佑要补，我会有彭尊，我是彭尊，两个人卯上了，蓝队球，然后他又踩到，他又踩到对方，对，客户笑太，没打完踩到，其实这边的外场是蓝队的区域，因为他会累，所以慢一点，所以呢，蓝队现在士气旺盛，而且蓝队哦。攻势凌厉，蓝队在先前从来没有打过2连胜。德德，德德直线一个球啊！匹克球赢了，躲避球再赢可以顶哦啊！自救，赖皮自救，要接，自己救了自己的命。哇！黄俊被拿出场了。可以放球。很充裕，我拦截得很好。徐伟球将要求交给外场的各户孝太，之后继续发动攻势。哇，坐在地上抱住 Lucky， 五星级的两击动作。
哎呦！林志瑜接得好，陈芳婷。哇！一下，这球打到了进去了，进去了，一下了。因为刚刚我们攻击成功后没有直接进场，延误进场时间，我们不能再进场。对，然后球一样是来对手。你们要练习听我的声音，我已经是比较会叫的教练，所以我在喊你们都是在提醒人，包含德德刚已经要冲进来，你真的进来就剩慢慢了。我们常常在领先的时候没有办法一鼓作气，该讲过那口气在这里，让他上来。让他上来，把那口气打出来，把那口气吐出来，把那口气打出来。我今天，我就是要赢，把这胜拿回来。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最后一口气啊 ！One two three， 一口气 ，One two three， 一口气。哦，一颗心，一颗心，郑敬心救我的队友。外线的，外线的。外线的，内线的给外线，剩下五十秒而已。继续给外线，外线，外线，给外线，四十五秒的时间。蓝队，外线，外线，给外线了，继续。哇，精彩漂亮的 Nike， 两个女将猛上了。大表三十秒，三十秒的时间。进那个距离，给外线，超厉害！黄豆哥，这个是给外线，给外线，取得伟准备进场了，也时间时间不多，所以外场放两个女生，对蓝队说来讲没关系了。不要急，要传回去，要传回去，对，但剩下最后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。场剩下三个人，蓝队剩下八个人，所以是由蓝队获胜。在三战两胜制的比赛，蓝队是以2-1拿下了夺地球项目的胜利，同时也是蓝队在第四季第一次的连胜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老乔，老乔，我在线前进。一二三，谢谢姐姐。棒，谢谢你们，真的太棒了。但我觉得带你们有点累，我说一直喊一直叫，对对对，你们太棒了。就刚才真的最后有静下来。就是你们要慢慢学习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跟不管是嗨或是挡这件事情，啊，辛苦了各位，我都也是啊，压力很大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个王朝真的让你们带来太大的负担，辛苦了各位。